东京回国之后，由于疫情管控的原因呢，这些所有去往前方经历长达28天的隔离期，但是一边在录像一边在摇头，叹服，就是一种叹服的表情。94.4，全红婵五个动作的难度，86.40，86.40。太轻巧了。10分9.5，9.5，10分9.5，9.5，10得分91。也是难度系数3.2的407C。这个看台上应该是教练吧，一边在录像一边在摇头，叹服，就是一种叹服的表情。94.4，水的一瞬间，身体并不是完全垂直，所以水花相对比较大。59.4分。全红婵五个动作的难度系数总和是15.9。这跳发挥的非常好。9分8.5，9分9分8.5，9.5，9分。86.40。全红婵就像一片树叶掉进了水里面，太轻巧了。10分9.5，9.5，10分9.5，9.5，10得分91.20。91.2分。两个裁判都给出了10分。